盘点奥特曼中的六大模仿秀，你觉得谁模仿的最像？第一个戴拿模仿迪迦觉得像的扣一。第二个泽塔模仿赛罗。第三个梦比优斯模仿奈克瑟斯旋转飞踢觉得像的扣666。四个特利迦模仿迪迦。五个特利迦模仿杰德贴脸光线。第六个姚辉模仿剑雾变身。